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灵，今天要跟大家快速的讲解一下 ASP.NET 它上次我们讲到的 Green View， 它要怎么快速的套入我们颜色的框架，还有当它资料表里面没有资料的时候，它连标题列都不会显示，要怎么让它显示呢？这边很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示范。那一样，我们如果要先套颜色的话，我们先到我们设计视窗这边把它展开。ASP.NET 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功能叫自动格式化，然后我们就有看到很多的样式就可以直接套用，那我们就直接点先有喜欢的样式按套用按确认，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它的样式的一些属性直接打进来了，直接打进来，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播放，然后我们就能成功的看到说我们的网页成功的把刚刚的那个效果还有资料都带进来了，都带进来。那接下来呢讲解资料表资料的部分，因为呢有网友会问说当资料表里面没有资料的时候，我先把资料删掉，它是空的资料表，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我们 ASP.NET 这边，然后按浏览器，我们就会发现，奇怪，我们的表格怎么不见了？连标题列都没有。因为正常你用其他语言做网页的时候，或是预设的表格，它至少会有标题留下来，它不会说就算没资料，它连标题都不见了。那这边呢，我们 ASP.NET 要怎么把它打开呢？我们很简单，到后面 Server Code CS 这边，我们在 C# 这边。打我们刚刚的 Green View， 然后抓到它的属性之后呢，我们打 Empty， 往下移，这边就有一个 Show Header When Empty， 意思就是说，当它资料表里面资料是空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它的标头、标题。对，那点下去之后呢，等于，然后打 True， 再加分号，之后储存。然后我们重新整理，再回到我们的网页这边刷新一次，我们就能成功看到，即使它没资料，它一样会显示出我们的标题哦，一样会显示出我们的标题哦。这样使用者就能很清楚的明白到说，我总共有什么资料，那为什么没有跑出来之类的问题。OK， 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喽，谢谢大家。